原标题杨娜娜随妈妈回乡祭祖与粉丝合影，被夸脸小她的脸究竟有多小？月四日，有网友在网上发文称，欧阳娜娜于三日跟随妈妈一起回老家江西祭祖，并晒出了在老家现场欧阳娜娜与亲戚好友们聚会的场景照片。很多的乡亲与欧阳娜娜合影留念，为了表示对欧阳娜娜的欢迎，当地的乡民还拉上了横幅，上面写着欢迎欧阳娜娜回乡祭祖。看来乡亲们对欧阳娜娜的到来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热情，而欧阳娜娜也很接地气，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大明星的架子，自然地跟村民们聊天合影，与妈妈一起跪拜。当天欧阳娜娜与妈妈都是素颜现身。欧阳娜娜出身于明星世家，她的爸爸欧阳龙不仅是个著名演员，还是台北市议员，还曾担任多个电视台的节目与制作人。欧阳娜娜的妈妈名叫傅娟，也是个著名演员。如今的傅娟已经年近60，但是看上去气色很好，气质也很出众。欧阳娜娜穿一件黑色羽绒服，戴着一顶黑色的毛线帽子，全身的黑色并没有掩饰她的容颜。虽说是素颜，但是欧阳娜娜在乡亲们中间还是非常招惹眼球的。当地的村民也对欧阳娜娜有一致的好评，夸赞她声音温柔也很有礼貌。还有网友在微博分享了与欧阳娜娜的合影，夸赞她脸真的好小。通过这张合影照片可以看到，欧阳娜娜的脸确实小得精致。欧阳娜娜的脸真的是出了名的小，在以往她跟粉丝的合影中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她的脸确实要比普通路人小得多。其实不止跟普通粉丝相比，她的脸显小跟很多明星比起来也通常比较显小。在这张欧阳娜娜与三位明星的合影中，是不是感觉欧阳娜娜的脸最小呢？再来看一张欧阳娜娜与张泽天的合影，张泽天可是出了名的大美女了，而且她的脸也是被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小的了。但是在与欧阳娜娜的同框下，如果不比颜值只比较脸的大小的话，看上去还是欧阳娜娜的脸更小一点。如果这些还不能说明欧阳娜娜的脸有多小，再来看一张欧阳娜娜与蔡康永和郭敬明的合影。照片中的蔡康永跟欧阳娜娜一比较，一张脸真的显得有些巨大了。而再来跟旁边的郭敬明相比，欧阳娜娜的脸似乎还是要显得小一些，比郭敬明的脸还显小，是不是就说明她的脸是真的小了呢？当然了，欧阳娜娜不止脸小，颜值也是真的高。